接着我们要看下一个练习，在下个练习之前再重新提示一次。我们前面看过那个学测题 ，A 两功课产生 C 一功课，要产生 C 三功课 ，A 要几功课？就很简单，比喻就知道是六功课。那我们现在做法也一样，只是现在给的不是功课关系，是摩尔关系。好 ，A 有两摩尔产生 C 一摩尔，请问你要有 C 三摩尔 ，A 要有几摩尔？比喻就知道是六摩尔。那问题是谁告诉你摩尔关系？方程式的均衡系数告诉你摩尔关系。好，然后考试的时候又不是我考我几摩尔，是考我几功课，那就是要把功课换成摩尔。所以前面跟你讲简单的化学计量步骤怎么做，第一步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并且平衡，写出均衡的化学反应方程式。第二步，已知跟所求都换成摩尔，已知跟所求换成摩尔，然后呢，就带到摩尔关系，谁是摩尔关系？均衡系数。所以第三步叫做均衡系数比，就是摩尔数比。所以下一题练习七也一样，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这里的碳酸钙没有100%。大理石里面只有80%是碳酸钙，所以记得要做一个转换，其他的通通都完全一样，其他都完全一样。OK， 来找三个人上来。24、12、11跟21，上来。啊，21转学了。27上来，上来。我已经没开，上来。上来。上来写，你讲一下有题目啊。上来。大理石碳酸钙。前面教过了，碳酸钙。这一题就是碳酸钙加热分解，碳酸钙受热分解，产生氧化钙跟二氧化碳。碳酸钙受热分解产生氧化钙跟二氧化碳，唯一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大理石没有全部都是碳酸钙，只有80%，所以大理石的质量不能直接用，因为它只有80%是碳酸钙。第一步写出方程式并且平衡，第二步已知跟所求都换成摩尔，第三步摩尔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。我就抄老师头一遍的了，太笨了，你听不懂。
碳酸钙分解变成氧化钙跟二氧化碳，对，所以系数比是一比一。既然系数比是一比一，你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二比二？好，因为你算出来，因为你算出来这里叫两摩，你就要写二比二吗？不是啊，第一步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并且平衡做完了。第二步，已知跟所求换成摩尔，已知二氧化碳88公克，换成摩尔，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，88除以44变成两摩尔。所求大理石几公克 ？S 公克，不行用，因为我要的是碳酸钙，我要的不是大理石。碳酸钙里面，大理石里面只有80%是碳酸钙，所以要乘80%，0.8。这也不对，因为这个是碳酸钙的质量，还要怎么办？除以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，碳酸钙分子量多少？40+12+48，100。所以0.8。除以100 ，x。然后第三步，摩尔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。刚才的摩尔数比2比上0.8 x 除以100，均衡系数比是不是1比1？里面相乘。等于外面相乘，0.8 x 等于200。x 等于多少？200除以0.8，答案叫做250。所以，我们的答案叫做。250克，所以我们答案250克。OK 吗？OK。